好的，那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二的部分哈、哦。那这个范例二的部分呢，刚有跟各位提过，就是最重要就是你要会做去背，好，会做去背这个动作哈、哦。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原始档打开之后，怎么样让它去背呢？你可以找到这里 ，Jumper 里面这个工具还不错，有一个这个叫做前景选取工具，有没有？前景选取工具哈，那有两个地方你可以找到资源，一个呢是在这里哈，你看我们这边的这里免费软体里面有一个线上有人有教学，我有把它找到这里一个，不过它做的很简单呐、啊，所以效果还可以。好，但是像我们那个就要有一点点手法。OK， 那你找到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哈，用这个点到它。先点两下，它的工具箱会跑出来，会跑出来。你可以看到呢，工具箱它预设是标记为前景，有没有？标记为前景哈，所以呢，笔刷大小在这边。好，我们就先试看看哦。你先绕着你要的范围外围，把它框一下，用拖曳的方式，有没有？不用很准没关系，就是大概外围就好了。这样把它稍微框起来。好，到最后到这边有没有结束？这样有没有？它就产生了一个这样的效果哈。那现在呢，你可以再把里面的哈，就是工具维持不变哈，你可以在这边，你告诉他这里面是我要的，有没有？稍微画一下，有没有发现它已经大部分都进来了，对不对？那这里也是你要的嘛，你就再涂一下，它就再算一下，再算一下。不用涂得很准没关系，有没有？那如果你觉得笔刷不够大，你就把它调大一点，它会帮你自动计算，你就等它一下，等它一下，点一下，有没有？慢慢的是不是就大部分的都已经框卷起来了？好，可是你可能要稍微仔细看一下了哈，这个这里是我要的，这里也要，你可以适度的把影像调大一点或小一点哦，检视的那个比例啊，好，你可以调整一下。好，那你可以看到呢，如果说哎，我发现哦，这里是我不要的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用背景，好，你就用下面这个标示为背景，点它一下，一样笔刷你可以自己调整，你就点在这个外面不要的地方，它就会帮你再重算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你可以稍微像这样，那万一有弄错了，你可以再把它补回来，有没有？它有时候会算的不是那么准的时候，你就再把它补回来，只是说你要花一点点时间啊，像这样子。好，哎，这里是不要的，我就把它变成背景，告诉他这里不要哦，有没有？可是有时候就是有这种情景，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工具比较逊一点的哈，所以你可能还是要补一下啦。这里，好，如果你补的差不多，比如说只剩一点点，那我们再这样补，你可能就觉得哎太繁琐了，那没有关系哈、哦，你这样子好了之后呢，你可以把它这个这里把它变成那个什么，这里，哎，等一下，好。把它变成这里有一个叫做选取区域，把它切换成快速遮色片，有没有发现会进来这里？其实 Photoshop 也有快速遮色片功能，快速遮色片要做什么？就是做选取用而已。好，你现在看到的，你就是先把一个大致范围先把它选出来，好，选出来之后呢，你再利用进到这个叫做快速遮色片。好，快速遮色片，那这里面呢，我就可以利用笔刷的功能来做就好了。哎，这个笔刷不能用这一支的哈，用一般的就好了。哎，一般的就可以。好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太大支，小支一点。哎，等一下，刚刚那个跑掉了。
哇，出现了。好，你如果是像刚刚那样，旁边是不是还有一点点？对不对？你可以利用这个笔刷，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图层折射片概念吗？在快速折射片里面也是利用黑跟白，可是它不是变图层透明度，而是什么？有选到跟没选到而已。白色是选到，黑色是没选到。好，所以如果今天假设我外面这边不要，我是用黑色的，你看我的笔刷，我来这里，笔刷在这里，所以我就涂一涂这里。我先用白色的，它是颠倒的哈。黑，你现在看到看起来像粉红的地方，其实就是没有选到的，就是没有选到，它颠倒过来，跟 Photoshop 一样哈，这里颠倒过来的，所以等一下我再反转回去就好了。等于说，你再把刚刚它自动帮我们算的那个不是做得很好的地方，你再把它怎么样，稍微清除一下啦，好，再把它稍微清除一下。好，你看我这样假设已经弄好了，我就可以离开这个快速折射片，有没有变选的？可是我现在是选颠倒哦，对吧？好，所以我把它反转一下，跟选取有关系，这有个要反转，这样我就可以选到它，就可以选到它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可以告诉他，哎，我想要把现在选取的变成我的遮罩，有没有选取区变成我的遮罩加入？这样有没有选起来？你了解这个概念了吧？只是我利用两个工具，因为如果我直接就用快速遮罩，你是不是还是要做很多？所以我先利用它的这个前景选取工具，它可以帮我选到大部分的，大部分之后，我再搭配我们的这个快速遮射片的工具，就可以比较快的完成。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这是如果你用剧本内建功能。那么如果你觉得这样子不是很 OK 的，你也可以找一个，这里有一个线上服务叫做 background， 我看一下我没有放这里，有没有线上去备服务，使用方式跟刚刚那个前景选取雷同。好，那这个就给各位自己再试一试看看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就把画面还给各位咯。